And now it is time for the representative, one of the senior people, the executive chairman of the China Entrepreneur Club, to say a few words at this stage of the proceedings. Michael Yu is the leading educational brand in China. We've been talking quite a lot today about brands, and therefore it is important that we end from the Chinese point of view with somebody who has that distinction, the leading educational brand, for all that he has done in China. He read English at Peking University, and he came and very kindly spoke in a slightly less formal atmosphere when we had a CBBC lunch for the visitors yesterday. So I invite Michael Yu to come and talk to us now, please. Michael. Thank you. Dear Secretar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harmony of this world is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of this world, and including the difference of the language. So in order to show some difference from Secretary, I'm going to deliver my speech in Chinese. Thank you. 尊敬的先生们、女士们、先生们。 在几千年有记载的人类历史上，人类经历了无数的战争。这些战争无一例外都围绕着以下三个主题进行：作为人的权利，对于资源的抢夺，以及民族之间的争端。从国家内部的战争，到地区战争，最后到世界大战。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记忆犹新。这些人类极端的战争和战争中产生的暴行，到了令人恐惧和令人发指的地步。很多年以前，人类就开始明白，不管人的社会地位如何，作为一个基本的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都是一样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幸福和言论的权利。我们每个人都有得到其他人尊重的权利。我们也充分意识到，一个超越一切限制、不受法律制约的集权的存在，将会严重损害普通人的利益和人类社会共同的福利。英国是最早意识到需要对于权利 进行限制的民主。800多年前，大宪章的出现，打开了人类走向现代民主的道路。在此之前，希腊和罗马的民主，作为民主的发源地，只是少数人的民主。在一个有奴隶的时代，谈论民主，只是少数人的奢侈。今天，全世界大部分地区，不管人种、 肤色和民族，人们都已经能够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互相对话，这不能不说是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只有在一个人人平等的世界里，和平的发展才有可能。至于使命，到今天我们还没有真正完成，我们依然需要付出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资源的交换和世界性的贸易，是推动人类社会的重大力量。近200年来，各个国家为了寻找原材料和产品的销售，用尽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有些是很原始和野蛮的方法，比如在北美拓展时期，对于印第安人地区的占领，比如使用黑奴 来发展经济，比如通过建立殖民地来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和资源，比如通过战争来摧毁另外一个民族的自尊。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为了抢占中国东北的资源，发动了战争，最后把战争推向整个中国。中国为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 以牺牲2000万人的代价，在美国
其他包括英国的西方国家的这个支持下，最后取得了胜利。这仅仅是残忍的战争的一个例子。英国是和中国最早开展贸易的国家，在200年前中英就开始了贸易，但是也有过一些不愉快的经历。1840年左右，英国商人为了扭转贸易逆差而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迫使中国人反抗，有了第一次中英战争，我们也叫鸦片战争。由于中国国力的衰弱，以中国割地、赔款等不平等条约而告终。也正是因为这一场战争，使中国人民真正意识到了改革的重要性、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体制进步的重要性。所以我们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已经在160多年前开始了。历史翻到今天的一页，英国在进步，中国在进步，世界也在进步。世界已经充分认识到了平等而没有偏见的权利，对等的自由贸易、投资、共同的双赢发展对于世界的和平有多么的重要。今天英国的政治家和商人到中国去，寻找的是共赢的政治合作和平等的商业机会。他们不再会像古希腊亚历山大大帝那样，我来了，我看了，我征服。今天我们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成员来到英国，也是寻找平等的交流、共同发展的机会。我们来了，我们看了，我们互相学习。这不仅仅是英国和中国的进步，这是整个世界的进步。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世界动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从古代开始，世界种族之间的战争就从来没有停止过，到今天依然还存在种族屠杀现象。今天任何鼓励不同民族之间矛盾的行为都是不明智的反人类行为。在这方面，人类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不同民族之间对于不同的真正的理解；第二是不同民族对于普世价值的真正的尊重；第三是一个民族内部对于人民的权利和人民的地位的充分的尊重和保证。世界上很多问题的产生都来自于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任何希望把自己的价值体系强加给世界的行为，和希望世界只有一种文化、只有一种文化为主导的行为，都会使人类失去色彩，进入混乱无序的状态。非常高兴的是，今天世界民族正在进入一个大融合的时代。走在伦敦的大街上，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各种肤色和各种种族的人在自由安宁地散步。当我们有一天能够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安全宁静散步的时候，并且同时尊重着不同的信仰，品尝着不同的饮食，并且每一种信仰都以宽容和包容其他信仰为自己的宗旨的时候，那么就是人类和平真正幸福的来到。人类是善于总结的物种，也是唯一能够反省的物种。因为这一原因，人类取得了重大进步。但是人类又是非常善于忘记痛苦和教训的物种。到今天为止，依然有人在以敌对和对抗的心态来思考问题。当我们听说中国的成长对世界的发展是一种威胁的时候，我们感到1000年前、500年前、100年前、30年前对待中国的态度再次重新出现。解决问题的方式不是设法共赢，而是你死我活，这永远不是解决世界根本问题的方法。尽管今天和谐、宽容、理解、求同存异已经变成了各种对话的主题词，但是要消灭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敌对心理，应该是所有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的重要目标。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都受到了重大影响。
欧洲经济危机的出现再次证明了世界的繁荣需要全人类每一个国家的努力。太平洋上的一只蝴蝶引起千里之外的飓风，这一说法已经不是传说，而是一种现实。我们已经别无选择，我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大家团结起来，遵守共同的规则，互相帮助，互相探讨共荣发展的话题。 今天这个论坛所探讨的话题，从品牌的全球化到全球电子商务，到全球环境问题以及绿色能源，无一不是探讨我们人类共同面对的主题。中国的发展需要世界的帮助，我们也非常高兴今天的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到世界。中国企业家俱乐部。 作为中国民营企业的代表，在这两方面，我们都在做出重大的努力。我们为这些努力感到骄傲，也对英国各界对于我们的重视表示感谢。更加感谢来参加这个论坛的各位朋友，你们的到来是用你们的实际行动对世界的未来投了信任的一票。证明了世界在大家的努力下必然会走向光辉灿烂的局面。 英国和中国是世界上两个最古老的国家，但是这两个国家在今天都有着无比开放的心态，他们都有包容和互相学习的民族特性。有着这样的心态，世界上危机结束的时代难道还会远吗？谢谢大家 ，Thank you。 Michael, thank you very much indeed for such a thoughtful and wide-ranging speech. Very appropriate for bringing an engagement like this, a visit like this, to an end. I can see why you are in the teaching and education business. You must be a very good teacher for your pupils.